品牌玩具强买99元起。圣诞节将到来，别忘了采买小朋友的圣诞礼物。芭比娃娃是不少小女孩梦寐以求的玩具，平时觉得太贵买不下手，现在趁打折买，只要399元。大人小孩都喜欢的哆啦 A 梦，使用磁铁吊杆吊起可爱蛋糕组，可以训练小朋友的专注力。特价后100元优照，可爱小提袋装进5颜6色的眼影，这组礼物最适合爱漂亮的小女生，原价将近600元，圣诞促销下杀99元，不过只限量30组。还有小男生最爱的遥控车，逼真的造型可让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，特价399元，不必花大钱也能挑到好礼物。帅气的假面骑士变身腰带，配上酷炫的声光变化，打折后500元优照。超级梦幻又豪华的度假屋组合，2层楼设计更气派，平时买可要3000多元，为了吸引人气下杀3.5折，1199元就能买到。不过部分特价品不适合3岁以下的孩童，购买前要多注意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